由第三镇固州社区所带领规划的大基建计划当中，特别开设六年学堂一连串的课程，其中嘛特别伫咧中嘉社区开办连续十摆的体适能活动，目的就是要让所有的长者拢会当保持运动的好习惯，来去抗着老化，嘛提升因的生活技能。由第三镇富珠社区所带领规划的大基建计划当中，是特别在中嘉社区开办了连续十届的体适能运动课程，就是希望会当让长辈不断来到社区学习，做到活化大脑、健康生活的目的。透过大基建计划啊，这个热脸学堂的一个体适能一个教学哈，啊，请老师来直接教这些长辈来锻炼他们的身体，从刚开始这个比较没有那么办法活动，到现在。已经能够很灵活的在活动自己的四肢哈，欢迎大家有厝边头尾通开讲，啊，过来在做运动，哦，啊，过当让家己的身体更加好。外面上看起来简单的动作，其实对老大人的身体来讲是有真大的帮助。也免外久，当袂到拢做甲大条瓜、细条瓜，可以当将动作学起来，伫平常时就会当家己来保持做运动的好习惯。所以是咱政府今摆在三个长照年内底，要让因机能复健啊，伫迄个。有劲的中间，咱的时代就这个配合着呢，腹式呼吸，嘿，把因的整个身体的机能有哪家扭起扭好，让因袂阁一直退化去。政府哦，推动这咱这学咱老人哦，靠当做伙讲话，啊，过来这运动，大家身体较好安尼。社区运动较食着啦，咱家到处运动较袂遐食着啦。啊，家己到处看电视嘛，都爱聊运动的啦，啊，保持身体啦。今仔日这个运动。我是感觉真好，真适合老人的动作。但是吼，我有一个感觉，阮这个社区的建物吼，空间太小，安要安尼比要活动吼，比无落来拢会去烧起着。就大基建计划的课程设计，好第三镇内的社区会当邀请到专业老师进来上课。记得正确又个简单好学的运动方式，让老大人透过学习，会当在平常时就保持做运动的好习惯，提升自我的生活品质，保持健康快乐的退休日子。记者赵川，陈报道。